等埋只歌神。全部跑不准备妥当，第八场赛事三班1650米。好，你一开闸嘅时候咧，咁啊前面快啲咁啊，瑞德福咧就相当快闸啊，响佢入边走入去啦，蓝衫红运精彩啦，大我当平天下亦都杀埋上去，咁啊中间有歌神啦，四只马比较快嘅，第五位啦，橙毛白衫咧想压埋去啊，大俾人顶喺三闸有奇珍，最出仲有只爱美丽啊，咁啊内栏嗰边威力东啦，中间夹住货如轮转啊，大约响个尾四，咁啊内栏位置咧就细必跑啦，中间招多福啦，出边威力大大，零零丁丁一只响后边咧就心好事成啊，好啦，过咗呢个千二米段处啦，前面咧得平天下咧就自己放啦，好啦，咁啊整只爱美丽就上嚟搞搞阵先，咁啊第三位嘅马咧出闸快嘅瑞德福守住内栏第三，咁啊第四位啦，外边咧咁啊有奇珍啦，中间瑞德福就一路顶佢啊，再见到响第六位蓝衫内栏咧就红运精彩啊，后多阵嘅马科如轮转，咁啊仲有呢只威力东内栏啦，出边尾四威利大大，咁啊尾三位置招多福啦，尾二咧就势必跑响内栏啊，暂时殿后仍然系心好事成嚟噶，好啦，跑队。对面直路中尾段前面咧就平天下依然系佢自己放嘅啫，接嚟咗咧两个马位噶啦，跟住第二位瑞德福啦，后边红运精彩，出边奇珍爱美丽啊褪嘅，咁啊内栏威力东而吹出边追，仲有货如轮转威力大大，原栏悭咗好多细必跑，咁啊大外档嗰边咧仲有呢只咧就招多福入正之后直路平天下揈咗出嚟中间占先嘅，见到瑞德福咧一路追紧佢，外边位置上仲有奇珍啦威力大大啦，涉入边追细必跑大。我当招多福，最后百零米啦，瑞德福占先，内栏细必跑已经涌咗上嚟，追出嚟招多福接近终点，埋边细必跑，出边招多福，两匹马相当接近啊！第三名系红运精彩啊！哇，但系讲转弯个脚程，细必跑嗰度就真系好似悭咗好多嘅喺内栏，反而最出嗰只咧九号马招多福转弯就细得好出噶，咁啊系咪一号马到先咧？定系九号马一追咧要影相啊？好啦，尾场赛事咁啊，潘顿细必跑一号位里边咧，咁啊脱颖而出胜出噶。大外栏啊嘛，九号嘅招多福田海跑第二，第三名咧就系四号嘅红运精彩史卓峰，第四名好近啦，睇下系瑞德福定系平天下啦。咁啊，最后一步第四，好要影相，机会就好似系十号高啲啊。咁啊，等电眼判决。好啦，食埋尾壶啦，潘顿今日都赢两场啦，啊临尾啊4.5倍落到啊。在集前做足功夫可以身啊，好方家柏嘛，终于有翻匹一匹赢啦，今日啦，今晚。
咁睇埋个预计派彩啊，跑第一名啦就系一号嘅势必跑啊，独赢派45.5，位置派16.5；跑第二名系9号嘅招多福，位置派16.5；跑第三名系4号嘅红运精彩，位置派48元；跑第四名系10号嘅瑞德福啊，连赢一搭九派101.5，三重彩1号、9号、4号顺序派2791元，单贴派531元，位置 Q 一搭九派40.5，一搭四派128元，四搭九派105元。啊！临尾眼睇下，然后阿招多福江城都跌咗一半啦。嗯。好啦，咁啊，第四名咧，结果系影到10号嘅瑞德福啊。接三拣一啦，开出 A 二隔夜半热门派19元。四连环1号、4号、9号、10号牌6729元。至于四重彩啦，1号、9号、4号、10号顺序牌101237元。跟住十号都几好分啊。嗯。瑞德福。嗱，隔篱观众如果想睇尾场正式赛果同其他派彩，可以留意荧光幕上呢个马会网址噶。咁啊，今日就八场赛事完成晒啦。咁啊，骑师组成即系田泰安啦，咁啊，另外潘顿啊、莫雷拉都有头马嘅。咁啊，跑完今日之后咧，嚟紧星期一就系大赛啦。咁啊，都好多靓马出场啦，长短同马王都会上阵嘅，到时。唉，真系输得远啊！呢只就。幾個因素造成啦，係啊，咁係咪大頭嗰只唔生性造成嘅咧？咁啊有問到喎，因為佢都即係未轉完個彎已經移出咧，就更加將有啲後邊嗰啲對手就帶咗出嚟。咁梗係啦，你未轉彎就移出。係啊，咁但係即係問咗阿潘明輝就話佢係獲得嘅拆旗子就係叫佢咁做嘅，即係因為咧就會覺得咧就係今晚咧就好多即係贏嘅馬匹咧都係喺跑道嘅。中央至到近外側的地方嗰度贏嘅，即係覺得個地係好啲咯。係。咁今日係嘅，都係有咁。佢呢個講法就啱嘅，問題你未轉曬彎就出去喎。嗱，我哋一路睇啦，嚇，即係個彎都未有耐轉完，你已經係出咗去噶咯喎。咁係咪喺嗰度出咧？咁佢嘅解釋咧，即係潘明輝再解釋就話，佢點解500米佢就已經即係佢喺500米嘅時候，佢就覺得應該已經要移出去，因為佢會覺得啊。咁樣移出去就好過喺轉正入直路時候先至好突壓咁樣樣移出去。但係而家好似仲突壓喎，睇落仲視覺上就唔多舒服嘅嗱。呢度未有攞轉完個彎。其實今日即係佢呢個位差唔多二疊嘅二疊個位啊，今日都冇密啊。今日我諗用六場係二疊馬贏嘅。開始出啦呢度，呢度出啦。但係轉正嗰彎你去咗邊咧？冇錯啦。咁佢真係而家喺跑道中央嘅。咁但係今日唔係跑道中央好嘅，今日其實二疊好嘅。咁一贏嗰個喺邊度跑線咧？唉，贏嗰個入邊喎，係咯，入邊冇咁好喎，相對即係會唔係即係唔係你話就係咁嘛？贏嗰個喺你內側喎，而家最慘係咁喎，做乜嘢啦？最慘嗰個唔係內側嗰個，最慘嗰個係最外側嗰個。鏡頭睇埋最出嗰個嚇，我點解好似十二隻馬點解會一人有條跑線咁正嘅嚇？咁咪打翻咁順都輸呢只。呢個角度都真係現場 call 馬嘅時候望落去啦，哇！即係睇住。轰轰声喺外档嗰度，我几头痕噶当时，我都有观众呢个现场，我都几头痕噶当时。散开晒喎，系咪？分段时间啦，头段28秒53，第段系23秒77，第三段24秒21，末段23秒89，总时间1分40秒4嘅。即系佢理解个拆旗指示会唔会有啲问题咧？我哋都知道头嗰六场都系二跌马赢嘅，咁去到第七场其实开始有跌难放头，唯一只咧画得好就魅力之心。咁你就算話開邊好啲都走二碟啦，去到頂曬攞去三碟啦，而家出到5、6碟，而家半條跑道嚟咯，我自己個感覺就今日冇買嗰度贏喎，其實就會唔會過度執行拆騎指示咧？拆騎指示叫係咁，但係執行過濃咯，即係而家就咁睇落去就係，咁但係而家你輸啊嘛，始終都係。
另外講翻咧，即係令到即係入到直路時候，啲馬全部內欄又有，又散到去追外欄。除咗即係話平天下佢移出去之外咧，仲有個主要原因，我諗就係即係愛美麗咯。嗰度因為佢急褪咧，其實就好多馬都因為刻意要避佢啊。咁啊，你冇得走啦。一係貼欄嗰啲就黐住條內欄，有啲係易疊嗰啲就話走開啲，咁咪變到。即係加劇咗嗰個情況咯，令到好多馬就咁樣散開。咁後邊嗰堆啫，同前面嗰只冇乜關係啊嘛。係，但係即係你見到即係成個情況就係點解會而家跑第二名嗰只招多福咁慘掟到咁出，就係因為佢都係要避嘅其中一隻馬咯。即係兩個情況造成嘅，所以砌必跑場嘅人都好好彩咯。係啊，夾正曬咁，結果佢喺佢內側贏，我話咦，結果嗰條跑線係佢冇貼欄啦，不過唔使咁出啊嘛。其實佢都跑得好盡嘅，之前嗰兩個第三，而家77分頂到133磅，不過贏完呢場我諗都要等下噶啦，應該呢場夾咁多嘢先贏。二班應該都唔係鑊嘅呢啲馬。咁啊，至於就即係招多福就即係升咗班，其實都好叻噶啦，係嘛？即係因為一升班，其實佢已經展現一個已經有條件可以即刻贏馬嘅走勢。咁同埋呢場預期佢係跑得好啲嗰只嘅，因為奇珍啦、田泰安又騎過啦，歌神都係噶。咁啊，結果佢揀呢只騎冇錯啊。佢上次唔係好夠火氣都贏甩啫，起係啊，一次進彩啊嘛。啊，進彩，進彩跟住贏喎，係咯。希望之後有得保重啦嚇。咁啊，但係佢嘅安上人田泰安今晚就最叻啦。咪二號騎師田泰安做騎師王啊，攞到46分。考招多福之前就封咗王啊。係，然後加6分啊，加唔到12分。咪第一口 Marty 咧派13214元，第二口 Marty 咧派6510元，三 T 又派1600464元。安慰獎人收6151元啊，三寶派4503元啦，安慰獎派420元，六環彩派3196元，六寶獎派34萬1865元。